上里站。这里面呢，统称龙虎兰岭，这个哦，是那个海洋公寓，但是这个名字不一定，有时候你来租的话，它变一个什么公寓都可以，我不知道这个是固定性的还是长久性的。走里面，这应该是海洋公寓。华汇美术，这里做好像卖的大部分是食杂。那我们现在还在龙虎山路
往南走，往虎山路往南走。这是鹿苑小区，还要走到这个公交站是什么公交站？我看一下啊。文珍花园。走里面，五金水暖的，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快递箱，这种就是快递箱，送快递的也很简单，直接放在快递箱里面。你回来的话，要么扫码，要么输入那个取件码就可以了。现在有快递箱和那个菜鸟驿站，菜鸟驿站是那个淘宝上面那个阿里巴巴，好像是阿里巴巴淘宝淘宝阿、就是阿里集团淘宝集团不是。是阿里巴巴集团的吧？往后看一下，往后看一下。这里是鹿苑豪庭，喜欢豪字，小区名字都喜欢这样子。鹿苑豪庭，下面一个超市。这个也是快递箱，还有厦门出现了好多这种收衣服的，就是说旧衣物回收箱，出现了好多好多，但是真的有没有回收不太清楚。然后我们现在走到了环岛干道与那个龙虎山路的交界处了，环岛干道。
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大洋山庄，大洋山庄，反正厦门岛内的房子贵得一塌糊涂，贵得一塌糊涂。很多人很爱厦门，但是一听厦门的房价，让他爱不起。这楼呢，大洋山庄的楼好像也都不高，就是没有电梯的，应该五六层这样子。大洋山庄。走里面，走里面有的拍，走外面没的。这个顺丰的，就是快递的，这营业网点。顺丰的喜欢用黑白的，黑白的招牌。这些呢是浅水湾办。浅水湾办的那个商品房，京东快递，只要快递聚集的地方，就是说，就证明这里的房租不是想象中那么高，就说了，房租没有那么高，投资就是相对而言小一点，就是说了。然后我们现在等一下会看到一个厦门大学亚朵 S 酒店，呵呵，好挺 S 酒店，厦门大学要把厦门大学给弄上，厦门大学亚朵 S 酒店就是这里。唉，这都要。所以说在中国一定要讲关系，你们没有关系，你没有关系就不要谈了，是不是？没关系你不要跟我谈，你有什么什么关系，是不是？关系就能变现，没关系就变不了现。有些话听得很难听，也很难让人接受，但是现实就是如此。酒店，这一些陆家名家。反正都是，这个都是，哎，怎么说呢？有钱，有钱，有钱还是小事，有权了。
花花的都是电费，花花的都是钱。啊，在里面都是一栋一栋的，像独立别墅，独立别墅一下，像别墅一样的，一栋一栋的。往后看一下，往后看一下。这些都是一栋一栋的，三四层这样子。然后我们现在还在龙虎山路上面走，龙虎山路往南走。酒店都不算什么的，一定要会所，知道吧？私下的会所，私下会所。然后我们这一侧呢，这一侧呢是厦门大学附属，厦门大学要把厦门大学给抬出来。不排除厦门大学，你这科技中学有什么用？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。现在我们要准备过去，看到这两位女士了吗？牵着走，是牵着走。我们厦门什么时候弄了这么有情调？牵着走，也有可能看到我这种。这里又是一个酒店，什么要把？别人听不懂什么，嘉义，但是听得懂希尔顿，听得懂希尔顿吧？是不是？是。所以说，什么叫傍大款啊？是不是蹭流量傍大款？这种就是傍大款。你要是凭你自己，肯定不知道。你要是科技中学，什么科技中学？多的是科技中学，我是有名头的，我是厦门大学来的，科技中学，附属科技中，是不是？北大附属中小学，是不是？清华什么什么什么附属，北大附属中学，是不是？我可是直升的，所以说，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公交站，看一下是什么站，啊。科技中学站，科技中学站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名号给打出来，是不是？
不然小鬼那个阎王好糊弄，小鬼可难缠呐、啊。小鬼到不到的，时不时的给你使个绊子，让你进行不下去，企业办不下去，事业办不下去。我可是有靠山的。嗯，然后这边我们镜头所看的这个是厦门小白鹿艺术中心，这是一个企事业单位。看，小白鹿艺术中心，小白鹿艺术中心。嗯，这么大。然后对面又是我这边呢，又是一个酒店。而且现在酒店这边比较多。嗯，这是什么？我上去看看。这应该是大门嘛，是吧？厦门小白鹿艺术中心。嗯，小哥不行，这么大，艺术中心能不大吗？你要是，这个主要是企事业单位的。事业单位，公家饭的。哎吃公家饭的，所以说国家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，知道吧？公有制就是大家的，大家为主体，你私有制放一边去。看，走进去这个小白鹿看看，小白鹿这个万祥给大家闹一下。小白鹿艺术中心，走上去看，走上去往下拍拍看，给大家看看。小白鹿艺术中心，剧场，金龙剧场，还是。啊，这个字我看不清楚，不知道这个放在这里有什么用，老年人看不清楚这么大。这什么？啊，请伸手。关了，看看。没有用。干干净净，空无一人。啊，这是舞台吧？这应该是舞台。中间，这样子采光比较好。
这样子，这各个房间的采光性比较好。我就喜欢采光性比较好的。小白鹿艺术中心啊，小白鹿艺术中心，这后面是什么？看看，走过去看看。哦，没有了，就是建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走出去，走出去。然后我们终点呢，环岛那个龙虎山路呢，就拍到这里为止。那以下呢，就是那个，再过去呢，就是，环岛。我们这条路，这条横着这条路呢，是环岛南路，环岛南路就是靠海边的，靠海边的。再过去就是沙滩了，沙滩。再过去就是沙滩了，这条路是环岛南路。那，就是说，我们。环岛那个龙虎山路我们就拍完了，整条龙虎山路我们就走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分享一些厦门街景啊，这方面的旅游街景、扫街啊这方面的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我们，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说是想法的话，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，或者说我说错了哪些地方的话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，那我提醒我一下，我们共同进步，互相成长吧，那我们这期就到此为止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那龙虎山路这期我们就拍完了，那这期就拜拜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拜拜。